剛轉咗職業嘅拳擊咧，就有三年。咁我就呢三年入面咧，我就攞咗四條腰帶啦。第一條咧就叫 ABF 嘅中量級冠軍。第二條咧就係WBC 嘅銀腰帶啦，亞洲嘅。咁第三條咧就同第四條咧，我同一時間喺呢個2018年嘅10月29號贏嘅，就係泰皇嘅冠軍腰帶啦，同埋呢個WBC 洲際嘅中量級腰帶。係啊，獎俾我感覺就係咧，喺自己一個好擅長嘅或者自己好中意嘅範疇裏面咧，就有會好有passion 去研究啊，或者去鑽研啊。咁我佢哋唔係諗住得到個榮獎啊，佢哋係好想喺自己中意嗰樣嘢咧，或者好想幫助人啊、推廣人嗰個領域範疇裏面咧，去奉獻好多自己嘅力量啊、時間啊。咁我覺得呢個係榮獎嘅意義咯，佢令到佢帶動到好多人啊，或者社會啊，或者甚至國家嘅人咧，去總之佢幫助到好多人。